你吃再多，你吃十碗八碗，那我是开心的，我收你十块钱我都觉得很开心，但是你浪费一口我都觉得很难受，知道吧？真的浪费一口都觉得自己流这么多汗做出来的菜，对吧？对，那很辛苦，真的洗菜啊、切菜啊都很辛苦。就说不说别的吧，就哪怕你那个那么辛苦的那种程度嘛，你觉得人家倒你的东西都觉得很生气，不说你挣多少钱的问题，都不容易。你看这大热天，今天多少度啊？今天三十几度，三十五度了，三十六度，过了三十五度，外面正好三十八度，对不对啊？你看这么多人，我这么热来买饭，他们这么热来吃饭，哪个容易，对不对？感觉到对不起他们。所以你把这价格定这么便宜。不是，他们跑了多少路来吃你的饭，就像我摆在这个地方没有工地没有啥的，人家天天骑着车子跑大老远的。到现在目前为止，你知道跑多少站了？跑五十公里了。啊，感谢。跑五十公里过来了。感谢。你到目前为止已经知道跑多少站了，你可知道的？不知道，我没看，全程不看的嘛。可跑有十站。恐怕不止哦。跑单的不付钱的是吧？对，吃过饭这么多，吃白食的这么多，跑单的你还这么开心的笑？我这个必须让他自己感觉不好意思的自己再回来。那今天这个何范姐又跑掉100块，跑单了。跑单了，何范姐，安徽何范姐。何范姐。